去干嘛？调查是日本人的。那个人说：“总统，我是学历史的，所以后来我就很喜欢这个。”对，对台湾人啊，好多人呐、啊，他就算台湾人，我还是骂台湾人可恶透顶。怎么不可恶呢？我所有好朋友台湾人，我都跟他们讲，你们台湾人真可恶。不是、啊。所以我说我不要再待了，我也不要在台湾，因为台湾的人让我一个想到就生气。所以我现在做什么活动的我都不做，因为我花力气为这些人做。发现日本人很吃这个，喝了吧。I believe that the Diaoyutai, Senkakuretto, do you believe that belongs to Japan or to Taiwan? この Senkakuretto については私は何回か発表しました。はっきりと Senkakuretto は日本のものであると。台湾の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。台湾の非近代的な農業社会から近代的な社会に持ち込む。一番大きい問題は司法問題。行政と司法が分割しない中国社会。これを日本でははっきり、この司法は司法、行政は行政と。台湾人は意図として、やはり日本のやり方に対して高い評価を。